师傅，我想请问一个问啊、一个梦啊、梦境哦啊、一直梦见自己哦啊、在啊、厕所啊大便的时候啊、梦见那个黄金大便，这个有什么意思吗？你要注意的，最近有点财运了。哦，财运，我不管了这个东西。哦，我想，我是想到自己好像是啊，消什么业障这样子。没有，有财运了。哦，没有啦。嗯嗯。